种的丝袜不容易滑走，超级爱，你们爱吗？长胖了，走胖了。夏天，晶晶呢喜欢穿丝袜，不说问我热不热，穿习惯了怎么会热呢？对不对？而且我超级爱喜欢高跟鞋呀、啊，还有丝袜。每个女人她都是爱高跟鞋和丝袜的，只是有一部分的女人呢，因为她喜欢舒服，所以她一般都不会去穿这个丝袜，因为夏天会觉得热。但是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有时候有蚊虫，太痒的时候我都不敢穿这高跟鞋。现在看一下高吗？看一下，还是真的挺高的哈。我也超美啊，晶晶，超爱超美的晶晶。